你宣布兄徒罪状。 于立忠，现年28岁，是黄山派第23代已故掌门人于云阳之独子，在一年以内，以黑布蒙面、穿黑衣、借报复仇、杀少林二长老、武当三剑、华山寺护法及昆仑空洞众弟子共计138人，现经大会议决，判处斩首。 斩！启禀盟主，贫道跟三位师弟在山下又被于立忠袭击，三位师弟被杀，贫道也受了伤。 请盟主赶快下令追杀凶徒于立忠。于立忠被本盟秋审20多天，竟已正刑了。哦，那山下那个人是谁呀？哎，有人冒充于立忠，故意嫁祸，本盟杀错人了。 什么人？我是莫镖头。进来吧。总镖头，靖老师回来了。好、啊，师傅。哦，免礼免礼。师傅，你用过饭了？我还没有吃呢。莫镖头，你去通知厨房在花厅开饭。是。 师父，同行盟有消息吗？李忠，我杀了你的替身之后，我已经辞了第四号金衣特使的职位了。哦，难道他们发现了杀死的那个人不是我？那么师父，你为什么要辞职呢？我为了救你，而欺骗盟主跟所有武林的同道，内心有愧。 所以我辞了职了。弟子累计师父，实感不安，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报答师父的大恩。哎，个人的名利事小，整个武林的安危事大，你何必耿耿于怀呢？啊！我看蒙面少年嫁祸给你，一定是武林中势力雄厚。 组织庞大的集团，正在进行消灭各武林正派的阴谋啊！所以，我希望你把镖局结束，尽快去找到那个黑衣少年，把他抓住，送到同心盟那儿去，然后当面向盟主洗雪沉冤，再替同心盟做事啊！弟子遵命。
哎，总镖头，嗯，有一男一女两个要饭的，他们说要见你呢。啊，他们姓什么叫什么？他们都不肯说。哦，总镖头，要不要见他们？师傅，你的意思？好，请他们两位先花厅坐一坐，我去化妆就出来。是。 声音都听不出来呢，魏某知道了。哦，那么在下到底是谁呀？同心盟第六号精一特使卢怡南大侠，是吗？<笑>魏总镖头，你真是有眼光啊。那这位是谁呢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。 这位一定是第八号精一特使方国英女侠，对极了，在下真是万分佩服。方特使，你现在可以恢复本来面目。好的。魏总镖头，你是根据哪一点看出我的身份呢？ 卢特使来找我，一定有机密。那么同行的人一定是精一特使。我这样的分析对不对？嗯。方特使既然同意我的分析，那么我们一边坐下来喝酒，一边聊天。好啊，你们都退下去。是。请。请。 两位特使有何要事，请指教吧。那在三个月以前得到魏总镖头的消息，捉到假扮黑衣少年的那个余立忠，同心盟上下对阁下的才干真是非常的钦佩。但是，自从余立忠正法以后，黑衣少年还要杀武派的弟子，并且声明一定要暗杀峨眉雪山两派的掌门人呢。啊。 所以，同心盟上下对冤杀余立忠的那件事感到非常的惭愧，也为了那位黑衣少年感到束手无策。所以盟主就命令在下跟方特使拜访总镖头，请总镖头在两种方式之中选择一种，捉到那个不明身份的黑衣少年，送回同心盟。是哪两种方式呢？第一种呢，就是做生意的方式。 第二种呢，就是聘请魏总镖头做我们同心盟的十三号精一特使。<笑>精一特使虽然是武林中人所梦求的荣誉职位，我魏某不想做，还是谈谈生意的好啊。那么，你要多少？10万两。啊？嗯。同心盟是一个互证除邪的组织，它所有的经费都是由各派捐出来的。魏总镖头，希望你能够体谅我们的同心盟，能不能减少一点？哎，我魏某开出的价钱向来都不减的。既然同心盟有苦衷，那我尽义务好了。<笑>魏总镖头答应做我们的金一特使了。魏总镖头，鲁一南代表同心盟先行致谢。 慢着，魏某还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我要两位特使
跟雪山峨眉两派的掌门人由我指挥，同心盟的各位特使由我来任用。 慢着，我们盟主说，如果你的武功胜过我和卢特使呢，就一切听命于你；如果不然，方特使是长白派的掌门的师妹，长白派以剑法扬名武林，我想先领教方特使的长白剑法。好。 在下献丑了。一剑镇武林这个外号，魏总镖头，你真是当之无愧呀！同心盟十二金一特使，听由任用。不过，我们不知道你用什么计划捉拿那个黑衣少年呢？哈，照我的计划。 就是请两位出面护送雪山峨眉两位掌门人去同心盟，另选两位精一特使改装保护。我就暗中调查可疑人物。照我的推测，那个黑衣少年不在洛阳，就一定会在开封动手。根据各地飞鸽传书，峨眉雪山两派的掌门人。 由同心盟第六号金一特使卢一南，第十二金一女特使冷面西施朱云，第八号金一女特使方国英，还有第九号金一特使童阳，分别护送去同心盟。十天后在开封那儿会合。老山主为了要扫同心盟的威信，命令我叫你们在开封那儿将两派掌门人杀掉。是。 慢着，用本庄第九号方法对付他。是。还有，长安万象镖局的总镖头魏涛，已经参与护送掌门人。这个人没有那么容易对付，你们动手之前一定要小心提防。是。英儿啊，二叔有什么吩咐？ 余立忠已经被你嫁祸正法了，两年前他打伤你的仇恨从他给你报了。听说魏涛的样子跟你很相像，你又喜欢穿黑衣服，为了避免引起他的注意，你这次去开封就要换另外一种颜色的衣服。知道，二叔。嗯。谁？快出来！ 如果你不出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二叔，你对我怎么不客气法？青儿，你躲这儿多久了？你召集人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这儿很久了。二叔，我想跟樊阿姨他们去开封玩玩，好不好？他们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玩。让我去吧，我会武功，又喜欢打架，让我去吧。哎，你不能去。啊。 二叔，就让师妹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谁让你替我讲情啊？
好，你不让我去，我自己去，我才不要求你呢。哼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让你跟他们一块去，不过方法不变，让青儿假扮樊梅丽的女儿，把十二件事带去。好的，二叔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即刻启程，马上放信鸽通知开封分舵，全部出动监视大小客栈。知道。各位，这副《龙困浅滩》是小弟的拙作，小弟今天沦落异乡，请各位多多帮忙。各位，请多多帮忙。这副《龙困浅滩》要卖多少钱呢？啊，公子，本来是定价2两的，不过天色已晚，今天还没有做过生意，就1两卖给你好了啊。哦，那啊，5两？哎，公子，请你等一等，让我到柜面兑换找给你。哎，不用找了。公子的意思是？哦，这幅画最低限度也值20两，我用5两买下来已经很便宜了。公子这样看得起我，我真是太感激了。这幅画我暂时不拿去，明天再来拿。好好。请问兄台府上在哪儿啊？我孤单一个，四处流浪，目前我暂时住在这悦来客栈。哦。香蕉柿子，家里杨桃。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办呢。哦，小弟初到开封，除了要买一些土产之外，还要游览一下此地的风景，小弟告辞了。公子请便。老伯，你的水果怎么卖？1钱。给你2钱，替我送回去，跟我来。好好好。客官住店是吧？是啊，请跟我来。好好好。哎，点子已经出现，提防今夜动手。魏涛，
进来。三位客官是在上面吃饭还是在下面吃饭呢？在此地吃，三个客饭。哎，是是是。伙计送来的？不是的。那你有没有看见魏涛啊？我没有看见他，不过我相信魏涛一定。魏涛预料对方一定会在开封动手。嗯，现在果然失陷了，那我们怎么通知其他的人呢？现在天黑了，照魏涛的方法通知他就可以了。哼，魏涛调动六位特使，又用这种语气来警告我们，好像对方的势力非常庞大似的，我真有点不相信。哼哼，朱特使，对与不对，到今天晚上不就分明了吗？这是大水冲到了龙王庙啊，自个人不认识自个人了。家四口插翅都难飞了，聪明的就快点答应我。哼，不过我事先要声明一下，如果你想要先师的摄魂大法秘籍，那你就免开尊口。好啊，既然你不答应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那我就跟你拼了。Thank you.
义工，现在你全家人的性命都在我的手上，摄魂大法秘籍的下落到底怎么样？快说！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好，那我对你的妻女就不客气了。你敢？哼！妈，我们会替你报仇的。爹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摄魂大法秘籍的下落。要不然武林正派跟四海同心盟的人都会被他们消灭了。好，我看你说不说。穆旭东，同心盟金一特使跟峨眉雪山二派的掌门人，那你们想怎么样？要抓你去同心盟那儿审问。杀！
少年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他是谁的弟子，你们的首领究竟是谁，老窝在哪儿，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我。我不知道。慢着，姑娘，为了避免痛苦，你还是快点说的好。不说，我死也不说。你不说。慢着。这位姑娘的性子这么激烈，魏某认为先把她押去同心盟，由贵盟主亲自审问，各位认为怎么样？你们两位先把她押去隔壁的房间里头再说吧。好。童特使，下边的事情办妥了没有？都已经办妥了，我把尸体抬去放在衙门那儿，同时我还留了一张纸条，我看官府是不会追究的。好，各位，魏某想放走这位姑娘。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，你们先休息休息吧。哦，还有一个时辰就要天亮了，不如这样，你守上半个时辰，我守下半个时辰。嗯，好的。你关了房门，我们孤男寡女在一起，给别人看见会讲闲话的，有什么事情先把房门打开了再说。哎，你千万别开啊。为什么？有人要抓我。谁要抓你啊？楼上那批人呢？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呢？在半个时辰之前，我们的人跟他们的人打起来了，你是看见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怎么会打起来的呢？君子不强人所难，你不肯说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但是那些人是好人呢，还是坏人呢？那你说我是好人呢，还是坏人呢？我跟姑娘素不相识，不敢妄断。
那我举个例让你猜猜好不好？好啊。白天跟你买画的那个公子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？那位公子当然是好人了。我就是那个人了。你是姑娘，他是公子，怎么会呢？你可以看看我像不像。啊，真是像极了。姑娘仗义疏财，我有眼无珠，恕罪恕罪。哎呀，这姑娘逃走了啊！刚才还在这儿呢。是啊。什么？姑娘逃走了？兄台，他们已经发现我逃走了。是吗？你看，不要紧，四周都是我们的人，到处去到处看啊。是，对，你们那边看看。好，你们到这边看看啊。好，到处看一看啊。来，好，不要紧。怎么办呢？别怕，我救你。我们四周全找过了，没有。好，这样好了，我们马上派人护送雪山、峨眉两派的掌门人先回同心盟去好。啊，是是。姑娘，你杀了我吧。为什么？我跟姑娘有肌肤之亲，侮辱了姑娘的清白，真是死有余辜。所以姑娘，你要杀了我，如果不然，那你的终身，为了你的幸福，为了你的将来，只有你把我杀了才能够了结的。这怎么能够完全怪你呢？我自己也应该负责任。姑娘，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我自己也不能饶恕我自己。如果姑娘你不肯杀我呢，那我就自杀了。哎，兄台，要自杀的不是你，是我。哎，姑娘，你千万不能够这样做。不如我们想个办法吧。有什么办法？有了。我今年25岁，如果姑娘你不嫌我穷，我魏忠明就……用不着这样，我家倒很有钱，你可以跟我回去帮我爹做事，不就行了？好啊。你家在什么地方？洛阳桑柱庄。到了。啊，到了。亲妹，你背着我飞上又飞下，好像腾云驾雾似的。如果我不知道你会武功啊，一定以为你是仙女下凡呢。走吧。啊。喂，干什么呢？不要怕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护院。胡义工，你干什么？不要吓坏了我的朋友。是。小姐，这位客人他是？他就是救我脱险的魏忠明公子。哎哎，现在是我的朋友了。我带他回来有罪吗？爹跟二叔他们呢？二老庄主跟少庄主救小姐去了，老庄主已经睡着了。要不要我马上去报告他呢？不用了，明天我自己去见他。魏大哥，啊，我们进去。哦。我们走。回来你就有房间住了，今天晚上先委屈一下。那你呢？我当然要睡了。哎，睡在一张床上。你想？我当然想了。不行。你放心，我魏忠明虽然风流成性，但是我不会侵犯你的。还说不会侵犯我？你这样对我已经侵犯了我了。
这怎么能说侵犯呢？那么算什么？心心相印。你还欺负我，我不理你。哈哈，亲妹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向你赔罪。亲妹，这间房是谁的？是我师兄兼义兄的。既然是你师兄，怎么又是你义兄呢？本来是师兄的，后来我爹认了他做义子，所以就变了义兄了。这么说，你爹一定很喜欢他，大概想收他做女婿。是啊。啊，既然令尊有这个意思，那我跟你……啊，不要怕，爹跟二叔都很喜欢我，你放心好了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该回去休息了，要不然让爹知道了，那可不好啊。好，我送你出去。啊。是不是苍衣茶庄的人呢？不是的。啊，相公，你既然不是桑衣茶庄的人，请你救救我这条老命吧。老先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我救你呢？哎，这茶庄的主人艾北村跟老汉是有血海深仇的，我今天晚上是想来行刺他的，怎么知道给他的护院武士发现了我，他们就包围我追杀我，我无路可逃，就逃到此地来了。希望相公你大发慈悲，相公你救救我这条老命吧。老先生跟艾北村有什么血海深仇呢？艾北村本来跟我是生死之交，我真是想不到他为了谋夺我家传的宝剑，趁我出去的时候他把我的全家人都杀了。喂，你们到四周搜查一下。相公啊，请你救救我。相公你救救我。相公。好吧，你先在衣柜里头躲一躲。啊，谢谢相公。喂，你们到四周搜查一下。魏相公，开门呐。好，来了。魏相公。哦，原来是蒲师傅，这么晚来有什么事情吗？有人闯进我们这儿来了，杀了我们两个护院的武士，我看见他进了你的房间，所以想进来搜查一下，你不会见怪的吧，魏相公？哦，不会，请便。朋友，快点出来。还不出来？好，把他带走。啊啊啊！走。枪。哼，我求错你了。好说好说。是啊。带走。啊，走。啊，谢谢魏相公。起来了。是啊，钟明哥，昨天晚上你帮我们抓到贼，现在我爹想见见你。好。哎，
辉师兄在天亮的时候回来了，现在跟我爹在前厅那儿，回头你见了他用不着害怕，有什么事我会照顾你的。好，走吧。义父，二叔，我看魏忠明的来历很有问题，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说。嗯，应该，有话尽管说。照晚辈的推测，他绝不是一个卖字画的穷书生。那是什么人呢？哼，如果不是同心盟秘密委任的新金一特使，就是九大派的弟子借着师妹的名义混进来卧底的。我也是这么想法。二弟，你有什么高见呢？我也跟你们的想法一样。嗯，涂义工，是，你过来。嗯，二位庄主有什么吩咐？你先到密室去埋伏，我带新卫的进来，你就。是。小姐带新卫的来了。好。是，他就是我爹。是令尊，那我昨天晚上抓的那个人就是他。我来告诉你吧，我爹每次结交一个朋友，都要试试他够不够诚实。哦，你明白了？明白。那还不去拜见我爹？哦。晚上魏忠明拜见艾老先生。请起请起请起。魏先生不必多礼了。请起。这位就是我二叔，你快点过去拜见呢。好好。晚上拜见艾老先生。哦，不用客气了。哎呀，我手重一点，推倒了你。我是练武出身，请你原谅。不关老先生的事。晚生无能，晚生无能。魏先生，你千万不要客气啊！现在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我的徒弟，也就是我的义子司空英。司空兄，小弟有礼。怎么你对人这么没礼貌？师妹，你。你什么？你对人不客气，我对你也不客气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必多讲了。魏先生，仓促间办不到什么盛宴招待，只有加制几样小菜，大家请过去多喝两杯。请，请。魏先生，你祖籍何处啊？长安。哦，好地方，好地方。魏先生，我听说长安有一位名叫一剑镇武林魏涛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呢？我知道。你有没有见过他呢？见过。哦，他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说起来真巧了，他好像司空兄一模一样。你把我来比喻魏涛，怎么你自己不拿你自己来比喻？哦，司空兄你说的对，我应该拿我自己来比喻，请原谅。哼，哎，
好了好了，大家喝一杯。请请请请请。魏先生，小女说你文学好，书法好，绘画更好，老朽是一个赳赳武夫，平生唯一的爱好呢就是浮庸风雅。我曾经向人买过很多幅前朝名人的山水画，但是我又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呢。先生你精于绘画，对于这件事情一定很有研究的，我想请你跟我鉴别一下，但是又不知道先生你爹，你有很多幅画，怎么我没看见过？哎，我还有很多东西你没有看见过呢。爹，我要看看。行啊，不过魏先生还没有答应我的请求呢。晚生学识浅陋，恐怕怕什么，我爹考考你吗？嗯，晚生是有聪明的。请。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快点说，你究竟是什么人呢？庄主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何必再问呢？哼哼，我刚才看见你攻人逼人的身法，除了黄山派掌门人的儿子于立忠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魏涛了，但是于立忠已经身亡了，而你阁下又是姓魏的，如果老夫没有看错的话，你一定就是魏涛了。哦，是吗？而且还是同心盟秘密委聘第13号金一特使，还有在开封悦来客栈跟我们作对的也是你计划与指挥的。啊，朋友，我劝你还是聪明的，快点说出来吧。是不是老夫所说的话令你很可笑呢？啊，不错，那你可不可以说出来听一听呢？可以，快说。在下本身就是魏忠明，魂魄就是于立忠。2个月前我含冤而死，魂魄附在魏忠民的身上，我到处找那个冒充我的黑衣少年来报仇雪恨，所以我就爱卿姑娘的关系混进了此地，是要杀了他。哎，不许动手。朋友，你怎么知道黑衣少年就住在桑榆茶庄呢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确实肯定就是他吗？是的。你为什么不动手？因为我不是他的对手。
义父，二叔，你们这样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俗语说得好，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。你明知不是人家的敌手，你都要跟人家拼过的呀。何况打死的那个又不是余立忠。那再说，如果余立忠的鬼魂要上，也上在你的身上，绝不会上在他的身上啊。那鬼魂上身这件事是假的了？当然是假的了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一定是一见镇武林的魏涛了。魏涛？哎，如果他是魏涛啊，在悦来客栈他就不会放过你的啦。那他究竟是谁？哎，待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啊。哎，朋友，我们所说的话有没有说错呢？既然你们知道了，又何必再问呢？朋友，你究竟是姓什么，又叫的什么名字？在下姓欧阳，叫名智举。你又为了什么事混入了本庄呢？哎，老前辈，不是在下混进来的，是令爱报我救命之恩带我进来的。说到为什么，我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在下爱上令爱，想跟他白头偕老。你妄想！老夫不会相信的。我再讲一件事，老前辈就会相信了。什么事？如果我有危害贵庄的动机，早就向同心盟讲出司空兄嫁祸余立忠的秘密了。哼，不过你不清楚我的身份，有谁相信你？司空兄，你说的对，但是你想一想，在悦来客栈我可以把你抓起来交给京医特使的，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呢？哦，就是为了跟小女是同路人是吗？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令爱。那你究竟为了什么呢？第一，我对同心盟印象并不好；第二，我不想多管闲事；第三，你是明白的。嗯，那你想不想跟我的小女白头偕老呢？在下不敢再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穷，配不起你们，而且横刀夺爱是武林的大忌，我不敢了。你倒很自量啊。我有几件事情还要问问你，如果你答复了我，老夫是不会亏待你的。问吧。你哪一派的弟子？恩师没有门派的。你是不是谁？在下有辱师门，是我不能够直说。好，那你怕老夫应不应来逼供了？在下有视死如归的决心，不信你们就用刑好了。啊，大哥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叫他们出来好了。六朵金花出来见客。杨英雄是本庄的贵宾。欧阳英雄，这六位美女任你选择一个，你选吧。
前辈，这六位美女各有倾国姿色，我每一个都喜欢，选不出要哪一个好。啊，既然这样，这六朵金花全都是你的了。前辈，你说的话算数吗？哎，老夫绝无戏言，但是我们是有条件的。嗯，什么条件？第一，你要归顺本庄。可以，可以。第二，你要说出你的师父是谁。家父是云南无量山野窟佛。老夫的几个兄弟都是出生在云南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无量山有个野窟佛这个人呢。家师是世外高人，所以晓得他的人不多。如果论辈分，当今武林各派的掌门人低过于我家师四辈不止。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讲的话，可以派人去调查，就会知道我有没有说谎了。好，老夫一定会派人去调查的。如果你派人去调查，千万不能够让家师知道我是为了六朵金花而投归贵庄的。如果不然的话，家师一定会把我碎尸万段的呀。好，那你跟令师学的武功哪一方面最高呢？剑。你能不能表演两招给老夫见识一下？如果事情一得到了了结，这六朵金花全都是你的了。好，那么我跟谁过招呢？小徒向你领教。但是我没有剑。拿给他。我先要声明，刀剑无眼，我伤了你可不要怪我。这只能怪我自己学艺不精。请。请。是他的对手啊，义父。哎，你不必多说了，欧阳英雄的剑法连老夫都不知道他是什么门什么派的，老夫真是佩服啊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，哈哈，欧阳英雄，这六朵金花完全是你的了。哈哈哈哈。啊，六朵金花在哪儿啊？等老夫派人去云南找到了你那位名师之后，这六朵金花才正式属于你的了。啊，去云南一去一回要一个月左右，那么一个多月很容易过去。你暂时在本庄住一个时期啊。姐妹，
我没什么对不起你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呢？哼，你占了我那么多便宜，还想要那六朵金花，我不打你打谁啊？哎，七妹，我这样做无非想消掉你师兄对我的敌意，这个你都不明白吗？你不用怕他，我救你出去，我们两个人找个地方躲起来，那不就可以白头到老了？那不是办法。为什么？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跟令尊断绝父女的关系，而且……而且什么？而且令尊在武林中的势力很大，无论我们跑到什么地方，你的师兄一定会叫令尊设法抓我们回来的。对呀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抓住你师兄，废了他的武功，再放走他，等他变成普通人以后，令尊就不会再招他做女婿了。少了这样一个人在山东，令尊就不会千方百计抓我们回来了。嗯，等到我们有了儿女回来，外公看见了外孙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七妹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啊？嗯，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走？好，你马上带我去抓你的师兄。哦。完全不知道义父跟二叔用美人计，竟然还要六朵金花。那小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对了，孟哥，如果你去云南真的查到有野哭佛这个人，那么庄主要我们六朵金花陪那小子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放心，我查到也说没有，让他死在我剑下。住手！是是是。是是庄主，庄主，嗯，待一会儿再练。你们看见小姐了没有？没有，哼，他一定是去找欧阳志举了，我们到石牢去找他。嗯，你们练的时候最要紧，要注意四周围啊。是。这个袋子，我出去看看去。嗯。Thank you.
他们引开。那你呢？我一个人容易脱身，我们在东门会面。哦。给他们抓去了，伤残不计，一定要把他们生擒。
在埋伏的，他们的武功都很高强的，我先去挡一阵，你先走。嗯。好，什么人？这位兄台是不是卢特使？是的，在下受了魏总镖头所托，将暗杀数派掌门人的杀人正犯司空英交给两位带去同心盟。魏总镖头还有什么交代没有？他说他发现了一个势力很大的武林组织，正在阴谋对付同心盟，他去秘密侦查，如果有什么发现呢，他一定会向同心盟报告的。除了这个以外他还说什么？魏总镖头他还说他才是真正的余力中，至于被同心盟正刑的那一个，不过是个采花大盗化妆顶替的。他对我所讲的只有这么多了，在下告辞。司空英呢？我已经废了他的武功放走他了。那些特使呢？他们正在追他，我们赶快走。